有左大腿有点拉伤，就很怕一个不小心脚张太开把它撕开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是因为我昨天才知道这个舞台是这么的盛大，然后这套衣服也是昨天助理才去帮我借的，对，不然我原本有可能会穿帽 T 套装来，幸好没穿。算是，因为我这阵子每天都就是很邋遢，对，因为我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每天都素颜，然后很狼狈这样子，最近也是晒蛮黑的，对啊。有，对，因为多多少少一定会，但是左大腿有点拉伤，对啊，都还好，不会，因为我觉得两队其实实力是相当的，所以不管怎么样分配，我相信都是非常有公平性。那现在在蓝队这个队伍也是很开心，对，那红队的默契也是非常棒，所以相信会有很良性的竞争，也是台上是敌人，但台下我们都是好朋友这样。对啊，就很怕一个不小心脚张太开把它撕开。对啊，很不想付那钱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没有没有没有。